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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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底是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小啊？这什么状况啊？连大凯都看不下去了。我不相信。什么问题？这到底有什么问题啊？是我不相信你的操作啊，真的有一点丑。哎，对，不要对尸体乱踩。哎，对，哎，对。鬼是谁啊？鬼是淡水啊？鬼是淡水啊？淡水啊？我白哦，知道。那 HPS 中比是谁啊？那个是大凯。啊，大凯啊。哎，大凯来了！不要，还躲到洞里，你死喽！哇，你怎么把我射死了？我两级啦，吸收了几排的力量。不要吸我啊！哇，吸我了我就变大啦！我现在这个无量反弹用的简直是完美。嘿。无量反弹，无量反弹，哼，赢了！还没看懂上面那一台巡逻机的路线。喂，我不在，我不在这里，我不在这里。哎，好啊，他怎么会翻柜子啊？这个鬼比淡水还聪明啊！哦，我被抓起来了，杰哥。哟，杰哥一直在电我啊！啊，杰哥不要！喵天使，喵天使确实是我们打僵尸最好的伙伴啊，我比淡水好一点点而已。不要乱讲，他那个能算 B 吗？他那是在551啊。吉雷，吉雷聊天室，吉雷，啊，吉呢？这里。昨天下大雨，我被困住，然后鸡就跑了。你吃了我的鸡？挑个柴火。你一个不留神踏崩了岩壁。我在唐门谷底。我在唐门谷底啊。我的极限到了啊。喂，我中命令就死了。你死我掉了。我死了。你死了那我要干嘛？你已经赢了，大凯。你已经赢了，是大凯赢了。啊，这样子是大凯赢了。你会被烫死吗？啊，他也死了。力量，大凯会全部炸起来。哎，两个。他一手一个、啊。哈哈哈！他一手一个。烫的真的。哇。谁走错了？靠！要谁靠？大凯，你怎么走错？你为什么你这里是什么捷径呢、啊？是捷径啊，是捷径啊！确实啊，对啊，生命的捷径啊，好啊。很强哦，他那个机子很强、哦。哪里、啊？这打死你们两个都死啊！我死了，我回来了。不是你们先打，我可以控死这个胖子。那个胖的已经中我的剧毒了，他也活不了多久了。哦、oh, 大凯的一辈子到喽。他会穿墙超级北烂的。要不是说帮阿电梯，我操。有啊，我帮按啊。那是丁义又把他按回去了，丁义踩的。乱枪。好啊，丁义又不按电梯。你又没按，我刚刚看的时候就没有。100%有按。点灯，点灯，点灯！小心开始跑步。哎，跑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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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最讨厌跑步了。你最适合跑步。就由我来砍死他了。来，让我砍死。哎，对，这样也中啊！是我们全村的希望。放心啊，勇者去。完了，剩你的兵力。好，我不操作，哼，愚蠢啊，巨人！
没遇过懦夫吧？没遇过辣毛果吧？我已经记取了上次的教训了。你想要子母再把你干掉？流浪哦！大海的尸体会吸着他的。你要跟老高掌心靠背啊！是，你找快点躲躲。木头保护我，木头保护我，木头保护我，木头保护我。你没水了吗？没了。他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阿斯阿斯，青龙不败，勇者的力量，得了胜仗，有喽。我们和你不可同日而语。真的，你现在好强哦！你以前的招真的好废。按什么死啊？一样的脆弱。哎，可以。哎，愚蠢指令头！抱歉，我的蛋蛋破了。再他妈打死周一！我没吹到你啊！有了！三连击哦！嘿，对，第一集我就死了，第二集又死一个。哎，靠，是真的，好像有一个地方他判定比较。哎，对，不是，不要对尸体乱踩。哎，对，哎，对，是吧？哎，哪里？还有哪里？我很慌，我很慌。对，很重慌了，到我屁股啊，哭啊！来了！开喷了，开喷了！有人被喷死了！我操！什么鱼啊？他还会走啊！你先别慌，我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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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哎呦，我死了！到底要中几次指令头啊？他弄错了。嗯，古龙连断到死。我劝这个鸟是不要再追了。我还在修。这个鸟有点太强了。未成年打的什么麻将？然后他已经24岁，我是老狗。哎，对，把这群老东西踢出去，什么东西了？这还能跟我扯上关系的？团练哦，团练哦，早说靠腰，对，我要团练好，好，再回，拜拜。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原因的啦，换一下队友，没什么，越解释越尴尬。不会啊，只是解释起来很麻烦。他妈，你们就没在动脑子在讲话的，还这么尴尬，跟老师，我从未乱玩，最正经。但我只能说，你也不用讲话了，憨仔。你这个憨儿能留到现在，完全就是我的一度容忍。再见了你，你不用回来了，再会。不要啦，不要啦，你想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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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很想挑战他呢。哎，好，打哈，看主角打哈。我靠，是真的打哈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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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一个之前的同学在当国小老师，然后他被那个国小生，写了那个什么纸条，一段咒骂纸条，我只能说很派，看起来很出彩的言论，什么回家被车撞死，祝你上西天，操你妈傻逼，祝你上西天，要你管。
我只能说现在谷小生素质很好，素质有点好啊。哇哇哇！子帮我看看是谁偷走这群玩家的名字。谁啊？太没素质了吧？是六兜吗？六兜被人取走了。啊哭啊！花钱买赎罪券有什么差别？让你买赎罪券就不错了。谁要听你这边靠北靠不的？老子欠你的是不是？以为自己是谁啊，剑总？啊，哎，受不了，真把自己当谁了？就是有这些人，聊天室就只能越来越乱。来，受不了。七点《活侠传》开关了，他可能要当高雄造火。人家不一定要玩游戏的、啊。啾啾，你们知道什么是啾啾吗？啾啾就是痒痒。啾啾，树根真的可以。最近这几天都下雨啊，土松松软软湿湿的比较好入口啊。没有什么雨的时候，土很干啊，不太好吃啊。布里里，一布里，一布里布的滴，布里布里，布里布里。布里布里布里，一布里布里，一布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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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布里布里布里。木匠师傅好，在下姓口，单名一个小，字武。我是他的粉丝，主播小五可帅了。主播小五，我长得这么帅，老板，我长得这么帅，老板，多拍几下吗？多拍我几下吧，拍拍啊。小师妹拍拍，对对对，多拍我几下，再摸我一下吧，小师妹。还叫好白痴好了，好，幸好明白痴，找一个看着白痴的。啊，这个看起来白痴白痴的，有咯，剩一颗。哎，不要！哦，哦呀，咱们出去坐着聊。李春梅，这是我妈哦。没事。我就随便走走，这不是走到你这儿了、欸、想着跟你说说话。我妈的朋友好像也长得不错哎、欸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为什么要这么坏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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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觉狮子玩就很适合那游戏啊，因为主角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啊，做事情也 一模一样，猥琐。先让我这个林小五，你去学。哈，林小五不能学习。林小五是废物。算了，再去贡献一下，等等睡。我就进来玩了两分钟，我就摔死了。哎、欸，这边，我觉得我直接按呢、欸，没这么衰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有人直接按了，那我也直接按。不可能吧！我怎么可能这么衰啊、嗯、？OK， 第一杯绿茶完成了。ほら、私が味を見てあげるわ。OK， 给你喝看看。嗯，私のに比べたらまだまだ。比马尿好喝一点。那你去喝马尿吧你。主播是不是靠着阿王抱枕？没有阿王抱枕在。床上，阿旺抱枕自从 那一天被拖拖尿尿之后拿去洗，我就没有靠着他了。怎么办？我的船！我的船搁浅啦！那就是 Happy Birthday！ 看他们在混爽是怎样啊？怎么有人满血了？靠腰嘞！怎么打不死？哎、欸，他偷滚啊！靠腰，他一直滚是怎样？不是啊，他放起身走位，他作弊是不是啊？怎么有无头骑士啦？又有无头骑士？为什么有无头骑士啊？卡在门口怎么办？拔头骑士啊！我快疯了，为什么要做到拔头骑士？没有去看的，
帮我看一下。哎呦，没有脚胶啊，好恐怖哦！不是哦，这个是啥？30是大叔了，那我是大叔了吗？我就好奇问一下。我30啊，我今年30啊，30有6个月啊。怎么了？我是大叔了吗？你是僵尸，好了啦。鲁纳鲁贝，不要看背后。我偏看，然后直接偏走。我不看了，我不看了。是啊，就是问那个，绝对不要按那个按键，我就会按啊。你拍什么？你拍什么？不要拍！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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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什么？你拍什么？我知道你拍的吗？你不要拍！你不要拍！你这样拍，我反偷拍！我反偷拍！来，你要这样拍是不是？我反偷拍！你要拍啊？好啊，反偷拍啊！今天 IG 就发这张照片，记得帮我留言啊。反偷拍好啊，你这样拍啊，我录影呢、啊。你不要走啊，你不要走啊！今天这车上我们事情不解决，不要走啊。好啊，你要这样拍没关系啊，我跟你一起拍啊，没关系啊。我们叫警察嘛，叫警察可以吧？搭这么久的车，总得出站吧？左边，右边，左边好了。这不是八号啊？啊，这是前传啊！啊，靠呀，原来是前传啊！你一定要这个姿势说话吗？你打死我了，你得听我的吧。这角度是为了照他的背后的那个龙，我知道。重点已经不是那个龙了。到底怎样啦？童生这么顶啊！童生冲过去把直升机弄爆了、欸，能不杀人？没有啊，刚刚是手榴弹的背面啊，怎么了？昨天僵尸游戏都只有头，是因为我的授权，是这样子吗？好啊，那游戏没找我啊，好啊，我就去拆他的台，怎么样？我直接来看，我直接来玩，拆他的台。对啊，那个僵尸城没找我，处理啊，主轴还是要有啊，最后癌症死了，也不好看啊。童生最后癌症死有什么好看的？你就像悟空一样吗？啊，最强的人终究抵不过心脏病，是这样吗？他、啊、这样有什么好看的？他、啊、是有死是不是？你才死了，不是这样讲话的吗？那个最喜欢科目是 science。靠，我打出爪卡嘞、欸！靠，要打不赢他哎、欸！靠，这个永久好强哦！靠腰啊！干，这怎么甩都不可能哦！我一开始就99啦，你啊嘞！不用甩，我就是99。干，不可能吧？我根本不可能死，我体力63值，我怎么死？我甩一也会赢哦。我甩，哎呦，体力在那边无敌，叫你们好好练功，对不对？还敢怪骰子？哎，好好练功根本不可能死，我体格强壮。哎，啊，我怎么长这样？君女弟子防快卖呀，埋伏。哎，我被扁了，啊，是被度的好感度下降了。没事，一次不成功啊，就再来一次，埋伏。啊，怎么又被正准备被发现的？哇哦！哇哦！那把刀喝良久了，它怎么可以穿波？哎，干，我怎么死了？林老师，哎，啊，那狗怎么咬不死人啊？哎，它根本没扣多少血，快快拔草，拔草有用，快拔！唐门除草机，好感度哦！我看一下，一定很高啊！你看，已经这么高了，它已经超过一半了。唐门除草机已经上线了，哎，唐门除草机目前上线，师妹，快，你快看，我在拔草！哎，我都是为了你在拔草啊！无形的除草机器已经登场，这又是什么？小师妹的香囊！哎，是你随身佩戴的香囊啊？没有。哎呀，那你是怎么办到的？快教教我！哼，唐门
除草机，我能跟你说的只有五个字，他们除草机。我告诉你，我在那广场上拔了不知道几天的草了，几个月甚至几年。哎呀，有我现在掌门，我的稻草人全会逼迫小师下嫁于我。没错，兄弟，哎呀，你很懂啊。哎呀，也许香肠为香果就是一等一的大事，有点，没有啦，哎呀，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啦，别哭了，哎，谁叫你要乱跑迷路，我来唱首歌给你听吧。阿妹你安上坐，阿哥我随你游，我是调皮的小蝌蚪，要带你郊游。哎，快看河边牛牛，啊牛啊牛啊牛，哎，快看树下有狗狗狗宝宝狗。吼吼吼吼吼吼，我一定要跟银香，我一定要跟他。富平仔们也是这样，对自己把不到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富平区就是什么造火区，他们已经深刻的感受到造身为造火的命运是多么坎坷了，他们才会在那里留下富平呐、啊。造火啊，我人长得丑，武功又很差，天资愚钝，什么都不会。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有没有看到那些富平的？什么？你一个人也要勇敢？不是你在攻下面消维啊，他们待我再好也是别人，我不要好的，我也不想认路，我只想跟大家在一起，不行吗？干，这什么烂选项，干老子只有一个，那还选个屁啊。老妖努力开都没啦，要小心那个铁链的地方真的会掉下去，大凯掉下去了，这么扯啊，要小心，真的要小心，那个地方真的很危险。这比你过年。